有位老铁给我发私信说呀，他特别想看几条非常漂亮的小鱼啊，让我发一个，如果我发了，他会带领全村的人来给我双击的啊。这我今天特意从家里啊带了两条，那不对，是三条哈。那位老铁你在吗？这条小鱼感觉漂亮的话，给个双击加个关注，马上直播了。Hello， 朋友们来了，食海鲜了，食海鲜了，不食白不食啊，反正食了不花钱，哈哈，看我这手速还不错吧？如果你也想来食，就给我个双击吧。喜欢看我捉海鲜的加个关注，看我明天赶海直播喽。来吧朋友们，如果这是两颗文玩，不知道要多久才能盘成这样晶莹透彻像水晶球一样，那我可就真的发财了，呵呵呵哈。其实这是两颗尼罗的卵，可见尼罗妈妈的艰辛。进来的老铁，手机不卡的话请给老妹来个双击加关注，每天带你们户外赶海。来吧兄弟们，咱总喜欢在这个落潮的海滩上下壮游，因为落潮的海滩上的海鲜就是多。今天刚一到海边，就发现一位美女啊，在用熟练的小手疯狂地捡着各种各样的海鲜，这手法要比我在姥姥的菜园里拔萝卜还要快啊！这天天幺三喝五六的要小红心要双击也没人给了，这个视频就给一个呗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，如果今天八哥成功出品，请给小弟一个免费的小红心，加以关注。八哥，你出不出来？八哥，今天这个八哥很任性啊，结果还是被我甩出来了。